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Nigel 啊。之前我在 IG 有不少的网友跟我说，他在香港就是做 NGO 又或者是做社工的，那他们又就来来到多伦多，都在疑惑究竟来到多伦多可不可以做回本行，又或者有什么工种可以做得到。他们就希望我做回一场职场的访问，看看有没有相关经验的人士分享一下。那么巧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被我找到两个，接下来一连两集就会访问一下本身是做开 NGO 或者是做开一些 social work 的一些的职场访问。我们不说那么多，即刻去片 Let's go。 卢海鹏是吗？咁好有幸咧，就嚟到 Freebie 屋企啦，去同佢做一个 interview 嘅。咁佢咧喺香港咧，就我所知佢都系做 NGO 嘅工作嘅。咁你嚟咗呢度几耐啊？我系2022年六月尾嘅时候到步嘅，咁所以计落就嚟咗差唔多半年左右啦。你喺香港系从事 NGO 噶啦，你系做过边几间嘅公司咧？我喺香港系做过三间 NGO 嘅，咁喺入面都系做 project officer， 即系类似搞一啲 event 啊，等即系普罗大众可以去参加咁样样啦。咁我做过嗰三间入面可能有两间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啲嘅，有一间系某个政党啦，咁就。你在加拿大是找了一份什么工作呢？我一开始 send CV 的时候呢，我全部都是找 NGO 啊，头那个星期 send 了成60几份 CV， 是完全零回复，即是连一个 message 都没有。所以即是 send 了一个星期之后，个人都开始灰灰地寄之后呢，就觉得说哦好啦，那我不可以再继续在这个状态入面了，那我就开始什么公司什么职位什么都照 send 出去试一下咯。咁你最後係揾到份咩工咧？我而家咧就喺一間物業管理公司入面做一個 assistant， 即係 on-site assistant 啦。咁我就喺某一個華人嘅商場入面，就每一日處理佢哋日常嘅事情咁樣樣咯。做翻 NGO 難唔難啊？我覺得其實難嘅，因為即係 NGO 呢一行啦，多數都係幫翻普羅大眾，即係你提供一啲服務俾本地嘅市民。咁其實你對本地嗰啲市民嘅需求啊，又或者佢哋本身嘅文化啊，佢哋好多其他各類型嘅嘢，你哋都係要即係有翻咁上下認知先至，佢哋會考慮請你去做呢個崗位咯。咁所以當我哋呢啲啱啱嚟到加拿大啦，咁又唔係話對呢個地方好熟悉嘅時候，喺 screening 嗰刻已經係俾人篩走曬，即係佢哋好興有一啲問題就係問話，你係唔係 PR 啊，又或者係咪 citizen 啊？咁你都要如實作答話，哦，我唔係啊咁樣樣。咁其實我覺得你在加拿大要做 NGO 这一行，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门槛的，但是最基本可能你是一个 PR 或者 citizen 会是真的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咯。咦，除了物业管理的 offer 之外，你有没有收过其他工的 interview 和 offer？其實我有再收到另一個 interview， 是做 marketing 相關的工作的。 interview 嗰陣時候，我以為我自己表現都 OK 啦，咁但係最後都冇被錄取咁樣樣咯。即係我自己喺度諗翻個過程，我諗我唔被錄取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我以前係讀政政嘅，即係個科目都唔係關 marketing 事。即使我有相對應嘅經驗啊，又或者佢入面嘅工作內容，其實我都識做都好啦，我都可能唔夠話係真係由 marketing 呢一科到畢業出嚟嘅嗰一啲 interviewer 去爭個職位咁樣，所以最後我都冇被錄取到咁樣樣咯。咁你覺得你以前喺香港做 NGO 嘅經驗，幫唔幫到喺呢度揾工，或者係幫唔幫到你而家嘅工作啊？其實嗰幾年在 NGO 度做，其實我都是要做一些神打的角色嘅，即係唔單止係話坐喺個 office 度打一下啲文件啊嗰啲，係有好多時都是要對客啊，即係其實你想象到由即係細緻到去做一些 photocopy 啊、聽電話啊、覆message 啊，大致到去開會啊，然之後你要寫一些 research paper， 要寫一些 submission 啊，其實就真係乜都涉獵過曬㗎啦。咁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喺香港即係做過嗰個範疇係有咁多嘅嘢嘅時候，其實過到嚟人哋有見到你話哦，原來你咩都識做啲嘅話，咁其實對於嗰啲聘請者嚟講，佢都會好想即係請你嚟睇下你可唔可以又係做嗰啲神打角色咯，即係又係話哦，涉下呢一樣嘢俾你做之餘，睇下可唔可以你都試下其他嘢咁樣。呢份物業管理揾咗幾耐先揾到啊？因為
為我 send CV 其實我都 send 咗一段時間嘅，咁我喺決定咗我乜都試下之後咧，就大約兩三日我就收到呢一個 interview。佢一 in 完我之後，我就第二日就翻工咯。其實喺呢一行都缺人嘅，因為其實所有物業嘅大小事務都要靠一間管理公司去做啦。咁而家尤其是你可以喺多倫多街上，你都見到越嚟越多新樓去起，越嚟越多一啲物業要一啲公司去管理嘅時候，其實呢一行係好明顯係擴展緊，即係只會有越嚟越多嘅職位空缺咯。即係如果有真係有得俾你揀，而家有一份 NGO 請翻你啦，你會揀做翻 NGO 定係做而家呢行咧？咁當然係 NGO 啦。我由讀書時候嘅科目啦，到我之後出嚟做嘢嘅經驗啦，全部都係同 NGO 相關嘅。咁所以係真係嚟到呢一邊，而家暫時嘅身份唔係 PR 啊，又或者唔係 citizen 啊咁樣樣。咁冇得揀嘅情況底下，焗住你要做其他工作嘅話，咁我覺得物業管理係可以嘗試嘅。但係當原來已經有一份 NGO 嘅工作話可以請翻我嘅話，我係完全係頭也不回地，我就會翻去做 NGO 咯。你知唔知 NGO 有咩入行條件啊？依我所知冇 license， 但係要睇翻你做邊行，因為始終 NGO 佢入面有其他職位，有可能某啲職位要涉獵到牌照嘅事情。咁講啦，我喺 LinkedIn 嗰度揾過 NGO 嘅嗰啲工作嘅時候，佢哋並沒有話呢一個職位一定要某啲牌照，你先至可以做到。咁所以我喺 send 出去嘅時候，我本身個信心都大嘅，因為我其實接近 fulfill 曬佢哋所有嘅 requirement。即係佢冇任何牌照需要啦，又冇話啲好特別嘅技能你需要有嘅，咁所以我當初喺 apply 嘅時候，我係有某程度上覺得，咦，我都應該幾大機會中嘅喎，點知就係 send 咗一個禮拜啦，六十幾份啦，一個 feedback 都冇。後尾諗過好多個原因之後，我自己俾自己嘅定義，即係你可以話我係逃避責任又或者逃避咩嘅，但我俾自己嘅一個結論就係，我應該因為而家唔係 PR 嘅身份，佢見到話你一個啱啱嚟到加拿大嘅人，你識啲乜嘢，你識本地啲乜嘢，咁所以就覺得新移民佢就直接 screen out 咗你咁樣樣。入物業管理呢行有咩條件同埋冇經驗，可唔可以試下 apply 咧？就學似我咁樣啦，我以前喺香港做嗰份工咧，係同物業管理完全冇關係嘅。咁不過都要睇運氣，個頭盔都要戴翻先，都唔係話 100% 揾到嘅，都要睇運氣同埋咩嘅。但係基本上你冇經驗嘅話，佢哋都會願意請嘅。只係你冇一啲相對應嘅牌照嘅話咧，你預咗啱啱入行咧，都係收最低工資，可能再高少少咁樣樣咯。咁當你話我之後有興趣話考翻個牌啊，又或者你有興趣喺呢一行度發展啊，咁就你考咗個最入門嘅牌照之後，我諗時薪都可以去到18至23咁樣樣嘅，都係視乎你好唔好彩啦。咁你考咗嗰個入門嘅牌照之後咧，你就可以再試下睇下你係咪真係我決定我人生就要行呢條路啦。咁你就可以再儲一啲時數啊，然之後再考翻相對應嘅試啊。佢有好幾科嘅，我記之中好似係五科左右啦。咁你考完曬嗰五科嘅試，然之後再儲咗兩年經驗之後咧，你就可以再去考一個 general license。咁你考完之後，你就真係可以出嚟做一個物業管理嘅經理咁樣樣咯。咁如果你去到經理嘅嗰個頭銜嘅話，我諗你都應該可以揾到60,000+1年咁樣樣咯。即係35,000港紙。差唔多啦，係咪啊？差唔多啦，即係以嗰個攀爬嘅時間同你投資嘅事情喺兩年多啲，就可以找得翻呢個 range 嘅話，其實可以嘗試。但當然係你講緊你自己本身就唔係有啲咩好大嘅技能，又或者你本身我真係咩方向我都可以試㗎，我冇俾一個框框自己話我一定要翻去做啲咩嘅話，我覺得物業管理可以試一下咯。我覺得佢呢個工種嘅特性咧都幾啱我呢類人咯。我就係諗住嚟到多倫多咧就咩都唔理㗎，總之有工我就翻。揀一份工作一年先，攞個 PR 先，再諗之後點樣行，我覺得係幾啱呢類型嘅人啊！就咁聽嘅話，好戇鳩啊！屌 ，work low 啦就係 work low 啊！哇，呢個我可能可以講3日啊！屌，你覺得 work low 大唔大咧？同埋
比較喺香港咧，你覺得香港 workload 大啲定係呢個 workload 大啲？嗱，我覺得都要睇翻你翻咩公司嘅，就係、是、我咁啱咧，我就翻一間華人嘅商場啦。咁啲人不嬲都話，你喺呢一度翻華人工，預咗就係一份西工嚟噶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咁唔好彩，你嘅嗰個物業管理啦，係一份華人公司嘅物業管理公司嘅話咧，咁你預咗你個 workload 係會大到不得了，佢哋係會扯盡你，即係完全係冇話嗰啲啊加拿大嘅工作環境就係 work life。balance 是有的，但是那个所谓 work life balance 是讲紧你收了工之后那个时间是真的你的，但是你翻紧工的当刻呢是扯到不得之了，是真的所有嘢你要做晒啦。好像我现在未是 manager 的那个角色都好啦，我是帮埋 manager 手做嘢，咁所以我就比较唔好彩， manager 就是抌晒啲嘢俾我做嗰种。戴翻頭盔先，唔一定所有華人公司都係咁嘅，但係聽到好多經驗就係華人公司都係細公司，所以你入得一間華人公司做就預咗個 workload 唔會好似係你幻想中加拿大嗰啲好 chill 啊，好翻工係等放工啊，中意中間飲下咖啡啊，然之後行個圈翻嚟就等放工嗰種，完全唔係呢一種幻想。啱啱咧，佢話咧，佢做呢行有啲黑暗嘅嘢，我唔 100% confidence， 我係可唔可以講呢啲咯？哦，好好好，即係我驚真係違，我驚佢哋真係違法，係啊，我驚佢哋真係違法，啲、哦、人就會走埋嚟問我，你係咩商場？熄機先，我都想知啊，我都想知，我熄機先。A few moments later， 嚟翻嚟聽完啦，啲黑歷史，你覺得你揾呢個數喺呢度夠唔夠使啊？其實我自己覺得在這邊的洗費都不是真的那麼高，都是要看回你本身自己個人的生活習慣，即如果你本身是不識煮嘢食啊，然後要餐餐都外賣餐餐都出去吃的話，那是絕對絕對不夠洗的，你只是出去給個 tips 你都已經可以沒有個幾鐘人工的了。但如果你說 我自己平時一至五都是自己煮啊，然後間不時一個月你可能出去吃一兩餐飯，咁其實是綽綽有餘嘅。嗰個香港的工作個文化同埋呢度已經爭好遠，即係例如我喺呢度送外賣，送外賣嗰個人咧，其實佢都可以活得好有尊嚴啊！你喺香港送外賣，因為我送過，我以前喺疫情嘅時候啦，因為我以前開過補習社嘅，嗰個補習社有一排咧就係、是。即係冇學生，一開始又未諗到點樣轉型做網課啊！咁跟住咧，我去送外賣喎，係啲人咧用一種即係覺得誒、哎、外賣仔唔好阻住曬啦嗰種感覺，但係喺呢度咧就爭好遠咯！即係呢度一來有貼士收啦，一定有貼士收先，因為個 app 咧就已經要你俾貼士啦 ，default 咗冇得揀嘅。第二就係、是、對啲人對你嘅態度，你都係一份工作嚟啫，其實同。我可能做會計師，我其實佢同我係冇分別嘅，即係佢都係一個謀生嘅手法嚟嘅。呢一度係好保護個環境本身咧，已經係好保護到呢度嘅員工做任何嘅職業咯。咁所以你做咩嘅工種啦，揾多錢定少錢啦，其實都會有一個好開心嘅生活。那個生活係取決於你自己點樣睇你自己嘅工作咯。我見到有啲送外賣嘅真係都揾得幾多錢，因為有貼士收。是啊，揾五千蚊加紙，我識有人做送外賣咯，五六千蚊加紙。我聽日即刻遞信辭職去做外賣仔。但係送外賣我都想送，但係唔計時數啦。係啊係啊，如果計時數我送咗啦。自雇嘅就已經冇辦法當 stream B， 咁所以你呢個 PR 嘅方向就送唔到外賣。係、啊，我攞咗 PR 之後再考慮一下送唔送。係一出到門口，咦？奶仔送外賣，預埋我唔該。我同大家講下一出點解我會揾到佢啦。嗯，好神奇呢、這個世界，就係、是、咧，本身我想揾 Phoebe 就係做社工嗰個 Phoebe 咯，佢又叫 Phoebe 喎。咁咧我就打咗段勁大段嘢，都幾柒嘅，就係話誒，我知道你係做社工嘅，可唔可以同我一齊 feature 一下，拍條片俾大家知道一啲做 NGO 嘅資訊啊咁樣。跟住佢就話：我唔係做社工嘅，做社畜嘅，不過。在香港都是做 NGO 的，我心想、啊、我平時看那個 Phoebe 即都是 YouTuber 都挺出名的，九千多個訂閱，我想想、欸、他是做社工的，為什麼他不是做社工呢？然後找一找，哇屌好柒啊，我找錯人了，尷尬咯，沒事的，社工
通和社畜都是差一隻字而已，都是 50% 中了沒問題，我覺得真的很尷尬，那刻是超尷尬但是不打不撞我就知道他是在香港做 NGO 啦，又有一個這麼特別的背景，我相信都挺多人想知道的，之後就約了他出來做這期的 interview。這條影片呢其實就到這裡了，我們下個星期都有一個做社工的 YouTuber 叫都是叫 Phoebe， 就會跟他去做一個 interview 的。這位 Phoebe 呢他就是由一個 NGO 到來到加拿大是做一個自然不愁的工作，而下個星期的 Phoebe 呢就是在香港都是做社工，來到這裡都是做社工的，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的話就記得 bookmark 我的 channel 訂閱我，接著就看下一期的影片，下期影片再見，拜拜。